阿星跟了我多久了？10年了吧，师傅。哎，10年生死两茫茫。师傅，这样不太好吧？阿星，为师待你不薄啊。但是师傅，哎，我知道你一直想出去闯闯，现在为师给你这个机会，怎么样啊？师傅，我是不会因为这样而出卖自己的贞操的。哎，阿星，为师不是这样子的人。哎，师傅只是想给你个机会嘛。师傅知道你很聪明，最近我的朋友开了一个牌局，师傅有事脱不开身，你帮师傅去赌一赌，也算帮师傅个忙，怎么样？哎，师傅，你不早说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先走了，记得带钱。知道了，记得洗头。哦，你阿星吗？跟师傅站起来是吧？哦，这么帅，人头也这么帅。牙哥，哇、哦，好别致啊！你等会儿啊，我给你照一下。没事，这会儿给你照一下。哎，别玩了，看看。幸会幸会，在下叶不闻。他在说什么？粤语啦，笨蛋，人家是叶不问师傅。这位是沙小姐。诶？好了，别闹了，咱们玩牌吧。在下阿星，幸会幸会。你小子要玩到什么时候啊？今儿咱可不玩纸牌。不玩纸牌？那玩什么？麻将。麻将？麻将我不会呀。没关系，只要带钱来就行。钱多的是。麻将分为万土条三种花式，每种9张，一打一摸，只要你能凑出三组连续的牌和一对牌，那你就赢了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数列组合。五万。五条。八筒。嗯。哎，那要都是同一种颜色呢？花色一样，那就是清一色了。
不过我看你小子这么衰，应该不会。我虎了。而家啲后生仔系得。说什么？夸你呢，小子，算你走运。啊哈哈哈哈！多谢多谢呀、啊！笑笑笑笑笑你老母啊！笑，打牌啦！认真啲玩啦！胡了，胡了！出就出，想要吗？自己来拿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情不自禁，想用一张白牌就想玩赢我，哼！你们让我以后在江湖上怎么混？最后一把，我赌上我所有的身家，就跟你们赌这一把。好啊，好，四条，九条，好，五条，好，杠，我都杠。刚吧，二，拳啊！伪称，佩服佩服。小子，你牌在他碗里呢。你。
弟，我愿意。跟了我十年，这点钱还不够他吃饭呢。他妈的，鸡腿都凉了。